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开始啊！敌军这把我只换了盖伦的 Q， 其他的都不换。碾碎他们！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我也来掺一脚。全军出击！冲动！切断他的阵型！上来就拿个一血，回家出装备。最强大的敌人，无敌了没？在我游戏开始之前就已经无敌了。你问我无没无敌，我怎么回答你？别丢兵。好，一个没丢，舒服。在我内心太跟我转。越塔上。最近这秒 W 感觉有点没太搞好。吃个爆车，吃完走。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一般没有皮肤的剑圣都不太厉害，是吧？再来一波。打不过。集中起来的意志。盖伦二级学什么玩意儿呢？先念个咒。我们开始吧。转，这不转一下，我先把他骸骨收了啊。他 W 用了，骸骨没掉，但是。闪现，你以为我死了？其实不然。咱们先回家。差一点点，一技能消失了。阿卡丽要是没来就好了。我不知道阿卡丽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要知道阿卡丽来了，我不能搁这儿。愤怒带来冲动。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
他来不来，那狐狸也不告我。我将为你指路。我也没补几个兵啊，这盖伦补到20个兵了。念咒，再见！我说，你以为你能打得过我？阿尔法突袭，一展千机。哎，我塔皮呢？吃到了吗？走了，该回家了。Shut dow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行事先于蛮力。Q 躲了是吗？用 Q 躲塔皮。哎，但是好像给钱了呀。要不然我的钱不能这么多呀。有没有刚才就是眼睛一直在看着钱的兄弟？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没注意呀、啊，我们再来一波。这不还有一层塔皮吗？看看能不能躲。看着点钱。先把他骸骨打了，哎，他一刀。这波塔下可以杀啊！直接高原血统套点盐，高原血统，唰唰唰，唰唰唰，唰一下，看看这个塔皮能吃到不啊？留一下，留一下，留一下，等一波小兵。这完了，没有小兵抠了呀，那咋办啊？下一层吧。我们盖伦挺烦人的。给钱了，我知道给钱了，我没躲呢，我没躲，给的钱有啥用啊？他刚才大出来没？好像没大出来吧，他应该还有大，帮赶上一波，把他杀了。差点钱，德克萨斯木印了。先砍他一刀，打个骸骨。高原血统，唰唰，打不过，快跑！没重印，打不过。来不到他怕啥？你有大吗？
没有大，没有大，你给我在这花里胡哨的什么东西？回家了。赶紧把上路一塔拔了，然后我们去下路杀人。先打你个海虎吧。螳螂是不是要过来了？瞅一眼。你是不是以为自己能走？那我能让你走吗？有没有蛤吗？走。念个咒，回点血。抠一下，回点血。笨样吧。捍卫你自己。老笨蛋。算了，我出来吧，反正我也无伤。赶紧把上路塔皮吃了。该回家了，下路的塔爆的也挺快呀，对吧？无极之道在我内心延续。十一级去下路杀阿克曼。快推好，他零三二不值当，我们开个大招杀他啊，一直追。好大，往哪走？你又能走到哪去？他不会玩，老有这种不会玩的跑来排队来玩的，这行就不能先看看那蓝炼汉的直播啊？这塞纳是什么意思呢？念个咒，
点一下，唰唰唰唰。救救！救命啊！稻草人救我！还笑，还笑，还在笑，看你一会儿还怎么笑。你俩都得玩这儿呢。全打小兵了，咱们先打个红。我扣西地也死了，我被套点盐了都，而且那阿卡丽丽一着我，蓝咱就不要了啊！来，给一个舞台。阿卡丽，盖伦还是太幼了，不能先杀他，先杀盖伦杀不动。给你了，我们得先杀阿卡丽。阿卡丽七杠一，我没看见。我要知道他七杠一，刚才我就杀了。我没想到这么狠，确实是我大意，而且我还没有闪。扣死他！谁投降啊？高原血统闪现，这螳螂今天必须得杀！两刀阿克曼，一刀两刀，不管他，回头杀塞纳。没扣上去，有点烦。跑那么快呢？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错过了吗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阿卡丽到了，让他死了，不管。先于蛮力，这阿卡丽得杀呀！来打小龙，你先吃口屎。这波这阿克曼能干过他吗？死，全死，一刀，两刀，谁的龙啊？我们家的龙。
不点地板打不着啊。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学徒的心。我们是两层恶人，这阿克曼都让我杀了，我还是恶人呢。别上了，高原血统，天空把他杀了，走一走来。这都太幼了，这塞纳啥装备呀？怎么老些血呢？哎，算了，走吧，兄弟们，这波要是不走的话，我们很容易死。走位，念咒。哎呦，好螳螂，过来送螳螂！没有这螳螂，这波我们杀不了人啊！哎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！这太幼了，这塞纳。我刚才是没有重印了吗？我的重印吸地了吗？感觉时间够啊，没重印吗？女枪伤害有点高啊，打条大龙吧，我来把无尽。形势先于蛮力，这玩意儿还要出火炮。走，打大龙去，我直接打了啊。我回家也干不了啥呀，这波要不来一波舞台呀。螳螂不能先杀，要杀就先杀阿克曼。高原血统，闪现出，一刀阿克曼，两刀老螳螂。来吧，无尽。我又是恶人，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我们先跳弹下去，里边有个盖轮，高原血统，唰，我一刀，这追着我干呢，这盖轮啊，真是不怕死。这就是好兄弟，我把他兄弟杀了，他就得杀我。我将为你指路。你挺猖狂的，你别让我抠着你啊！
救救舅舅，这有点疼。高原血统，你挺讨人厌的。这英雄射程太远了，哎呦我靠，这英雄射程太远了，远到离谱。把小龙的那个龙魂拿了，谢谢张烟六零九。我先来个暴击。形势先于蛮力。别吵啊，和气生财呀。这都和气生财。咱先扫一下。看看有没有眼儿，先把阿克曼一刀斩了。这不就有舞台了吗？我大招就好了，阿克曼，快跑！塞纳点的太远。行了兄弟们，这要一般的时间我就再来一把了，不过咱们今天就这样吧。喜欢直播记得点一下我们右上关注啊，左下角的万国觉醒大家可以下载一下。